很多人都问我，你都已经快40岁了，怎么可以皮肤这么好呢？是不是擦上万元的保养品，或是常常去做脸？其实你只要在任何保养品之前擦前导保养品，就可以让后续的保养品吸收的非常好，多很多倍哦。如果你没有用过前导保养品，或是觉得你用的根本没有效果，那你一定要试试看 Snova 胎盘素精华液。 Snova 在日本是老字号沙龙品牌，有在保养的人都知道，一个保养品要卖超过10年相当不容易，而 Snova 在日本已经卖了20几年了，所以绝对可以用经典来形容。只要在洗脸之后使用一滴管就可以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帮助肌肤调理到一个最佳的吸收状态，也就是说你后续的保养品都能完全吸收进去。因为这瓶含有胎盘素、胶原蛋白等等的抗老旗舰成分，其实单擦这一瓶就能感觉到肌肤好像变得更 Q 弹一点。之所以这么有感，全是因为这瓶精华液里面含 22% 超高浓度的胎盘素在里面，而且他们花大手笔投资和俄罗斯科学研究院合作，以专利萃取 100% 的胎盘原液，他们可是世界有名的猪胎盘研究单位哦。你以为只有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这瓶还添加了5种净白美容成分，女人除了要冻龄之外，还要有净白透嫩的水煮蛋肌才算完美。